还有多少个下场，这黑夜快要把我吞没，我的泪化成河，忧郁像落叶飘过，寂寞的歌谁来附和，星空似荒漠，傻傻等你说爱我，一个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问候，寂寞的人寂寞的歌，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为什么傻傻等你说爱我，一个女人其实要的并不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了问候，寂寞的人真爱，大家找一下自己的包裹，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免费的真爱了，大家可以送一下啊，谢谢每个人的枣，只要你开通了我的真爱就有。嗯，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今天不是休息，明天上午休息，明天免费的蓝宝石要不，那个是紫色的，那不是蓝色的，完了色盲了。凡哥，凡哥你色盲了，那是紫色。没有开通真爱的小伙伴开通一下真爱吧，谢谢大家。加入爱雪儿的那个
你能找到屏幕上有个加入爱雪儿的紫色的框框，那个就真爱团，开完了以后包裹里面就会有一个免费的，不要留着跑操用了，要。不挑食，什么都要。哎，真的是，这都要。肥水不流外人田。唱一首《天蓝》。欢迎黑龙哥。指着雨后那片的天，我轻轻微笑扬起脸，发誓要把它刻在心里面。多年后微笑的脸颊，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可你送我的那片蔚蓝，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生命完美的答案，无非错过没有遗憾。有时也寂寞，又很失落，幸好风雨经过，只要天空宝宝们不要骂人，黑粉无视就好了。对，咱们家宝宝不要骂人，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他黑粉能看见的，你们都能看见；他知道的，你们都知道。所以说，你们不用搭理他，就当他是个神经病就行了，不用理。你说我这张嘴，我能说不过黑粉吧？你看我都不搭理他，你们也别搭理他啊。哎呀，放一首歌，
不骂人直接处理掉，请凡哥场控处理一下。他们那是人体之气，不放难受，屁是一种气，哪有不放之道理。凡哥我都没看着。刚才那首歌叫天蓝，送给大家。那首歌叫天蓝，送给大家的。咱们还是老样子啊，9:30之前下播。明天上午不播啊，明天上午去医院，可能是支气管炎，去医院看一眼去。省得老咳嗽，咳嗽3个月了，怎么吃药也吃不好，只要一见着凉气，吸点凉气，就咳嗽，怎么也不好使。嗯噔噔，早上3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的音频，然后再加上现在给你们直播，我好上瘾呐！我吃止咳药了，不好使，我都吃3个月了，可能是没有彻底的连上，刚好了就不巩固了的原因，应该是。淡定啊，咱们家的女粉丝特别维护老大，女粉丝得像我们男粉丝一样，不管他们干什么直接无视，管理会处理的。哎，咱家这帮女守护跟女粉丝老不喜欢别人说我了，他们总是维护我，比咱们家这帮老爷们儿都努力。女粉丝这怎骂呀，我去，有人看见说我的，咱家这帮女的怎骂呀，我靠，这太随我了，我去，这性格啊。老大，我感冒也是一个多月不好。咱家女粉丝刚来，好多人性格都不是这样的，现在变得都特别的粗暴，简单粗暴。真的，原来女人之间才是真爱。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咱们家这些女粉丝真挺好的，而且还不少，对我是真好。他们都想上去挠，可惜隔了个屏幕。哦，对了，吃什么也没用，医院也没办法，我也咳嗽，那是为什么呢？那别人为欢迎拉萨哥，别人为啥不像我这样呢？我咳嗽3个月了，我这直播都是给你们憋着的。要不然的话，自己没事就得咳两声。谁说我是不是得肺结核了？你妹的，肺结核先传染给你。是咽炎，慢性咽炎。吃枸杞，我就吃好了。枸杞生吃吗？就直接那么吃吗？还是泡水啥的呀？泡水，枸杞泡水，吃点甘草片试试。甘草片我不行，那个东西他们说放在嘴里含着，我一含甘草片的话，我简直了，比死还难受，那个味儿受不了啊！我感觉我。挥不掉那种味儿啊，我去。对啊，甘草片不行。给你们来个相思的苦啊，又在骗了，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治。不知道听听这个歌。给你们唱首《相思的苦》啊，相思的苦。这个就是刚才刚学会的，可能有点不扎实啊、哦。鱼腥草治癌，别乱吃。哦，
我还是去医院吧。等待的一天又一天，只为了那一句誓言，相思的苦都折磨天，有缘不怕情路遥远。想你的时候望望天，那颗星星是你的眼，你的轮廓不断浮现，从未离开我的视线。学会了好几个字儿呢。好多字儿都不会，来歪歪学会了。
比如说这个怎么读，这只不会。黑红魔方来歪歪扫盲来了，三个火，我之前不知道那个叫盐子，现在知道叫盐子啊。然后那个豆，情窦初开，我不知道那个叫豆，我以为情动初开的，然后我现在知道那叫豆，我学会了好几个字。四个火呢，四个火那就叫四个火呗，我不知道四个火，那个三个水叫秒，四个火叫意呀、啊，哦，豆蔻年华，你说话就行，没必要打字儿。但是我万一有人给我刷一组大飞机，他名我不认识的话，他会不会离开我呀？所以说我得是不是得学会几个字儿啊？万一他字儿我不认识怎么办？那我就只能谢谢小哥哥了。三个金念心，心是什么意思啊？三个金啊，不是吧？那个心是怎么能主词啊？那是啥意思啊？你们打这都是什么鬼？这一百年都用不上。你们教一教我能用上的。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是师范呢。啊，师范大学。那个是怎么读？我也不知道。哎呀，你们别打一些乱码了。你们怎么打乱码呢？你们是台湾人吗？打的繁体字吗？看不懂。师范大学，你们是饭桶啊？你们是猪啊？你们就知道吃饭。好好跟你们说话，你们又开始聊闲了，是不是？一会儿友好的都不处，是不是？就是想不想跟我好好的，一天就聊闲，是不是？跟你们好好的，你们跟那会儿。幸亏没当老师，妈呀！我要当老师的话，我觉得这社会是真乱了，那就。哎呀，以前以为你叫雪儿，以前以为你叫雷儿，你错了，你个分界线你。欢迎小兵。我现在嘴超级疼，你知道不？但我不耽误你们说话。嗯，对，待会儿我老疼了，但是我也没耽误吃饭，我坚强不？我这虎牙正好插在这个尖儿里，没好。我坚强不？吃饭好疼了，一顿都没落，我操，折磨死我了。我妈说，要不然你就别吃了。我妈说喝点稀饭吧。我说没事，我能坚持。我都快疼死了。老板，我在给你抽气球呢。你可拉倒吧你可别给我抽气球，你能不能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我一次看，你这艘破船，抽完气球了就不是给我的了，抽到了吗？他要抽到我吃翔，他这个那个地方人家逗我，你抽帽子还差不多。唱一首棋子，等一下，结果中了个碎片。嗯嗯。
知的利益，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心。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的下笔，我像是一颗棋子，来拒绝磨练自己，至少我怀里从不曾犹豫，我却守护在你手里。一个别人家的粉丝啊，哎呦喂，你们这些人还真是的，你们怎么总是拿喇叭夸人呢？有劲吗？给个会员啊。刚才那首歌叫棋子，是王菲唱的，我今天想唱几个王菲的歌曲，等会再唱王菲的歌曲。是别人家的粉丝夸的，不是咱家粉丝夸的。别人家的子爵红豆会，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气子女，休息一会儿唠唠嗑，你们跟我唠我就跟你们唠。哎呀，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直播就结束了，我的妈呀，时间过得太快呀。
饿。欢迎微笑回家。我也是你家的粉丝。行吧，倾国倾城照眼人间。谢谢微笑啊。催眠会不你，我不会我也得给你唱啊。那凡哥点的歌我能不给他唱吗？我睡也得给他睡起来呀、啊、让我找一找啊。催眠。欢迎无聊。你够登高的滋味，你填满巨大爱的安慰，还有小雪，还有小雪冰淇淋流泪，你耳朵登高千羽啊，跟大家说一件事，大家听一下啊。那个就是没开真爱的，开通一下真爱吧啊，加入爱雪儿那个团队里面，开完真爱了，然后包裹里面有个免费的真爱，大家找一找送一下，谢谢啊。嗯、啊，没开真爱的大家一起开一下，完过几天就是有个爱雪儿的那个，你就有摩托车什么的。虽然这一阵的摩托车全部显示了，但过一阵就显示了。嗯、啊，他说。没开真爱一起看一下，谢谢啊。
音可，阿姨你可别点歌了，那个凉凉行不行？你每天我直播，你从第一首我开视频一刹那你就开始点，点到我关视频的时候一首都没给你唱，但是你竟然坚持了半个月，你不累啊大哥？你这什么都不说，一天就打歌名，我靠，你这次数是不是敲五六打最多的？你怎么这么有累呢？时间这么充足吗？一首歌接着一首歌点，我靠。真爱怎么看六级？后面带个六就是六级了。这还用我教啊？最高多少级？最高十二级。对，现在五级以上才有车，五级以下车都不显示了，因为 YY 最近在更新，现在显示的都是五级以上的。我们家五级以下的人好多呀，现在是多少辆车？这么多辆。如果要是车全部能显示的话，咱家最近进步了，因为我们家的人气原来是2万左右，当然了这里也有协议，到底挂多少我自己心里有数，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天我们家人气在涨，后面多了1500，这是真人啊，原来是2万，然后现在变，之前是19000，完变成了2万多了，完现在变成了21500多，又涨人了，我很是开心呢，就是车不显示啊，不是1500人真人，我操，不是1500人真人啊，我挂的协议不是特别的多，1500人是我这两天又进步的，又多了1500人，这个意思。要是1500人，我还混个屁啊！咱们家其实活人很多的，活人都在打字儿呢。那是我挂的，你别逗了，你挂的，那我那钱怎么打给人家？这好事你也懒呢，凡哥。不投票根本就知道不了有多少活人，因为有很多人挂机他根本就不投，知道吗？你们这种最笨的方法，一整说啊投票就能知道，投票也测试不出来到底有多少活人，你怎能测出来一半或者是多半半，测试不出来。之前我不老投票吗？有很多人像我们家这种唱歌主播能这样已经很满足了我，因为唱歌主播跟别人的互动不像脱口秀那些主播跟大家一直在聊天互动，就得靠公平的说话他们来找话题，唱歌主播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么多人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唱歌时候还是挺多的，他们想说话都没机会说话，但是我们家的人愿意自嗨呀，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能跟那块说。一人发一个红包，2000左右的人，我不跟你们说多少人了，但是说2000那个人，你给我去死，你个大傻子，2000人我还混个屁呀、啊！我不吹牛逼，但是2000人，我操，也太少了吧，活人，自己挂多少我心里有数。给你们。你们现在在公屏疯狂打字，别抠数字，有什么话全打字打出来，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人。然后挂机玩游戏的，你们一起打字，我看一看。我看看，别打数字，别打数字，打字儿，我看看。啊。再快一点，不行，太慢了，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是还有跟我较真的，哎，我就不打，气死你，气死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人呢？刨去这样的人，有一大堆人在公屏打，其实咱们家的活人还是不少了，真的，挺好，挺好，挺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一定要加油啊！好好努力啊！凡哥，你打哈哈哈干啥呀？心情这么好，你们这一。嗯，可以了，兄弟们，不要停，打到九点半，打到九点半啊！啊，这公屏滚动的，我去！哎呀，还有一个人打雪儿，好漂亮，看看人家，我去！哎呀，真是这种人真的可以。连配合我都不忘了夸我一句，真的，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还有人说我好丑的，你妹的！有的人递给了我一朵玫瑰，他手带香味的，你就好像递给我了一坨屎，你的手先是臭了。你妹的，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感谢快乐。今天是女神，就不跟你那什么了，一般见识了。别停啊，别停啊，不打字的王八蛋。梦一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有些天晴就会有彩虹，我不接。所以你依然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我的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怀疑成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谢快乐，谢谢刚才那个小哥哥送的礼物。太难了，当主播不容易，谢谢大家，谢谢。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恋情就会有彩虹，累没？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风。但愿你的眼睛是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怀疑成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合作。谢谢我金盛哥，然后谢谢我公屏和刷屏的小伙伴，不刷了累了，不刷了累了你们还刷。谢谢夜明，欢迎夜明回家。你们不刷累了，你这句话你还刷屏干什么？缺心眼儿啊？玩魔怔了是不是啊？哎呀，给咱家人都累的，刷了一首歌，我靠，给女朋友发微信都没打过这么多字儿吧？这家伙给手机党估计折磨坏了，这流量，手机党肯定合计，心里潜台词就是手机党捧着手机一直在刷屏，他肯定捧，你们他妈的真招人烦，我去，一屋子的人全招人烦，打字儿就打字儿了，他们还发表情，老子的流量刷刷刷的掉。没事儿。估计是这种感受，拉他，估计是拉个弹窗啊！老大，联通卡 YY 15块钱包月，好便宜。你可让兄弟们休息一会儿吧。可别让他们耍了，他们累了。一般都是爱我的人、喜欢我的人、想对我好的人，他们才会在公屏跟我打字呢。你别难为他们了啊！一般是铁粉，一直都是拥护我、爱我，他们才爱在公屏打字。然后大家别难为不爱打字了啊，没事儿。对，不逗你们了，不逗你们，我感觉我们家人要被我折磨吐血了，他们心里潜台词肯定又来了，他们看谁直播能这么累，一天被主播折磨的一点都不享受，看看直播像上班似的。饶了你们了，可以了，不直播得了。老大他说我说话频率太快，叫我休息一会儿，那你就休息一会儿，别连续发。别刷屏了，那个樊迪，等会儿你起名叫樊人吧。把静静给我报一下，皇马新进来的多看一看啊，报一下人，来把静静报上来。Hello， 静妞，我想静静。兄弟们想听什么歌？哈喽静静，想听什么歌吗？从开始守着几对，我妹妹吗？你唱什么都好听哦，那我唱一个。兄弟们，你们想听啥？你们先别想静静呗，你们先点一首歌呗。啊，色狼们，色狼们，哎哎哎，妈呀，这是狼多肉少啊！我站起来唱一首歌啊。看看啊。拥抱你离去，微醉点的，对对对，微醉点的。我想起来了，把这首歌得给人唱了，人家今天给我空刷礼物了，我刚想起来，等一下啊，拥抱离去送给大家，我要站起来喽。
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谎言天花乱坠，目睹你和他的暧昧，我的心在慢慢枯萎，悄悄的碎。要不要加一首一会儿就老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吧。我们可以先缓上那么一会儿。哎呀，9点了，还有半个小时就下播了，每次看到时间的时候心里好痛啊，都舍不得家里的人，这么播都播不够。谢谢木雪。那不下不行，明天要去医院。谢谢火龙，你是早下了没意思，因为你单身。滚！你是早下了没意思，因为你也单身吧。怪不得你活该单身呢，我靠，你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女朋友，有的话也是凤姐那样的。
你看，你们看，我不说他，他主动说我。你说我平时我说他，你们看着我残忍。你说现在是不是感觉说他该？你说我不说他，他就总这么说我。我这玩意儿，你说没有办法，你知道不？现在你们知道不可怜他了吧？太打击人了，赶紧禁言。我觉得也是，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夏夏依旧彪悍。哎呀，现在脾气改多了，火龙。凤姐貌似不比你差吧？那给你，都给你。凤姐全是你的，杀手。你喜欢你就都拿走。国宝还在吗？在呀。打字限制，兄弟们想要会员的不限制的，大家可以开通个真爱，然后就马上上马甲，会员马甲啊。真爱就是加入爱雪儿，加入爱雪儿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开通真爱，开通完真爱了，大家把那包裹里免费的那个真爱送一下，然后那个每天都有，谢谢大家了啊。老大我单身，你别下太早了。那你们就自己单身去吧，我不管。我们就喜欢这样的二雪，软柿子我们还不关注呢。哎呀，这敏敏。现在女粉丝真不错。老大，我们雪花都单身，别吓呀，我看你们都是变态才对。你们单身凭什么不让我下播呀？我一天播那么长时间，我还很忙好吗？他们变态，我不是，你是狗。